先休息，我去隔壁，我睡在那边。啊。全和我家的一样。说一声晚安。洗手台上的东西都是你买的？之前去你家的时候看过一次就记下来了。又在炫耀自己的记忆力。诗怡呢？哦，她还在休息呢。就算还没结婚也应该懂得入乡随俗吧。我没告诉她吃早饭的时间。小川呢？他昨晚没回来。你怎么才来？起得有点晚。